Abby 啊 ，Abby。Yes, honey。做咩啊 ，honey？ 你做咩唔早起身嘅？啊，我想早啲攞钱俾阿妈，今日系凉期。最憎你啊啫，成日都话系凉期，好似同我打工咁，冇啲感情。你话今日一号我咪知咯 ，Honey， 我咪好坦白同你讲过，我哋之间系冇爱情存在啦。在我嚟讲，的确系同你打紧工。咁你又叫我做 Honey？ Honey 系你加我叫嘅啫嘛，即系你唔肯叫我名，系都叫我做 Happy。哼，我中意啊。只要我爱你，不管你爱我不爱。嗱，呢度$400系俾你阿妈做家用，呢$200系你零用钱。呢磅咩俾你买鸡精嘅？喂，咁就去噶啦。好啊，唔该你。早晨，马总。早晨，小哥。做乜人哋叫你早晨，你都唔答人噶？啲食拖蟹饭嘅，正式人渣啦，睬佢都影衰自己啊！喂喂喂，咁大声啊，惊啲人听见点啊？听到点啊？佢系衰啊，佢系食软饭啦。做下朋友啫嘛，系咯系咯，系啊！对小姐一定要有礼貌，系嘅，可以嘛？唔可以？小姐，乜你咁无情噶？系啦，四海之内都系做朋友，系啦，我哋好友嘅，诶，我哋好斯文嘅，佢。呢个是我妹，你的所作所为仲是学生来的。冇，我哋想做下朋友啫嘛，喺呢度做普通的朋友，可以同你做朋友啊。嗱，如果你仲唔即刻走咧，
我就叫警察。走啫，走咪走咯，使乜咁紧张啫？咁巴闭，走咪走咯。先生，吓咩事啊？唔该你。呢个男仔都几得意个噃。早晨，陈太。早晨，早晨，早晨，陈太。乜你咁冇礼貌噶？人哋叫声你陈太早晨，你都唔睬人哋嘅。呢啲食软饭嘅人，使乜睬佢啊？早晨，乜今日咁早收工啊？副管今日出粮，咪早啲收工咯。妈，点解叫侄女睇医生都唔肯去睇？只风湿脚又发作噶。唉，呢啲老年风湿都睇得好噶，赚晒钱噶咋。唉，晒得几多呢？讲开又讲啊，志刚。你而家呢份嘢咁辛苦，晚晚都要挨到天光，不如揾个第二份工做吧啦。妈，你件冷衫咁烂，我帮你买个件啦。唔买唔买，唔着得咩？诶，你烂成咁咧，着衫着衫着衫。唔买唔买你。嗱，你着衫，我同你公司买个件。唔买唔买唔买。嗱，你唔去系嘛？好，我保你。去啊嘛，咁又唔同，对鞋啊。衫好靓噶，你睇下。妈，呢件几靓啊？几好啊！咁就买呢件啦。好好。咁就呢件啦，几钱啊？多谢89.5。啊？吓？80几蚊件衫咁贵啊？哎呀，买咗成担米噶啦，我唔要我唔要。老太，好襟噶，系名厂牌子嚟噶噃。我唔理你名厂又话厂名，总之咁贵嘅衫我就唔要。妈，爱咗佢啦，小姐，唔该你包起佢。啊，你唔好包啊，我唔要噶。妈，要咗佢啦。撞鬼你咩？成80几蚊件冷衫都话要买，我唔要噶。我就唔要，要咗佢啦。唔要。对唔住啊，妈，要咗佢啦。系咯，老太，好襟好靓噶，我冇介意错你噶。包起佢啦。唔包唔包。包啦。哎呀，人哋都话唔要咯。妈，嚟啊，吓，嚟嚟，包起佢。哎呀，唔要啊！妈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姐，对唔住啊！妈，唔该啊！唔使唔该。妈，你走去边得噶？我都话唔要噶啦嘛，系都要我买件咁贵嘅冷衫，我梗系走啦。妈，你答应承咗话买噶啦嘛？哦，我以为10-20蚊就话买啫，成80几蚊件啱衫咁贵，买咗我都唔着啊！边有咁平嘅呢？有啊，老太啊，嗰边廉价部有啲旧年剩我嘅货，好靓，好襟着噶，不过款式旧啲。我哋70-80啦，有咩款唔款啦、啊？求其系襟着、暖、够大件。咁就啱啦，咁请跟我过去嗰边，唔该你啊吓。老太啊，呢啲系啦，请喺度随便拣啦。啊，我要翻过嗰边柜位，唔该你吓，唔使。唔该。几钱啊？12.5。啊，
6蚊得啦啩？对唔住啦，老太，呢啲系铁价不二噶，冇得减噶。咁11.5啦，唔得咧，老太。唔该你包起佢啦。吓，抵得你啊！价都唔同人讲，叫人包。吓，妈，呢度冇价讲噶。系啊，人哋嚟完东西街啊，减一半有时都得啊。你喺度等阵，等佢包好佢，我过嗰边买啲嘢啊。小姐，是不是想买啲雪花糕俾老太茶？唔系，家冇茶，蜜糖嘅。咁你想买啲咩啊？唇膏啦。吓？乜老太仲搽唇膏嘅咩？吓？唔系，我买嚟送俾个女仔嘅。哦。咁。你想买啲咩颜色啊？我唔识拣嘅。咁，不如咁啦，你帮我拣样你欢喜嘅颜色。好啊。好嘛。粉红色好嘛？好啊。几钱啊？10蚊。哦。唔该，你俾张送礼嘅卡片我。好啊，嗱，唔该。妈，朋友。哦。唔该，你等一阵啊。哦。唔该，你帮我交俾第一档卖化妆品着红衫嗰个女仔。做得做得。唔该你啊。你同嗰个差做咩啊？你识佢啊？唔识，我托佢交啲嘢俾人啫嘛。小姐，有位先生叫我交俾你嘅。唔该。唔使唔该。小姐，藉你的帮助，使我能替慈母添上一件冷衣，致送上唇膏嚟致廖表姐。呢个后生仔。都挺有孝心的，不过我没理由接受他的唇膏的。琴在奏，轻轻松融融雨乐正吹，飘飘歌夜萧萧。情如蜜，情莫教轻佻。多彩多姿，总属年少。有金山尽，尽缘尽要。有恋应爱美妙美妙，有灯烛艳应缤纷照，为明花照。蝶舞双双醉，甜甜调。风里曲双双步步摇摇。无烦虑，陶醉春宵。对酒当歌，更尽情笑。
白小姐，周经理请你过嗰边坐下喎。得啦。放我张台饮杯酒吧啦吓，无谓啦，有 Mary 同 Linda 喺度，一阵梦明见到又是呷醋啦。切，乜你怕得佢咁交关嘅啫？唔系怕，点炒啫嘛，真系冇胆。好，别动了 ，Happy，Happy 啊 ，Happy，Happy， 啊，做咩啊你？快啲攞件衫俾 Bobby 着啊！哦。哎呀，作死你咩？你听我 Bobby 冷成咁，你仲自己攞神褛嚟着？快啲幫我着咗先啦！你仲冷埋佢啊！快啲啦！哼，冇鬼用，咁都打乞嗤。前面走路的长发姑娘啊，今天你的哥哥不在场，你知唔知我为你担思病啊？嗱，同你做个朋友有冇商量啊？拜拜凌乱堂，三妹多情郎啊娘，哎，走啦爷爷，我说你别走得那么快，走啦。点解你总唔肯帮我哋做朋友嘅？系咯，同我做朋友好多好处噶。系啊，嗱嗱，食饭、睇戏、跳舞，我哋正实吃。帮我哋做普通嘅朋友啊，包你安全噶。系啊，嗱，仲可以帮你办住所有寂寞嘅小姐。哎，喂，个大佬啊，走啦，搞啊，后会有期，拜拜。小姐，你冇事啊嘛？冇事，好彩你嚟咋，多谢你。乜说话？大家街坊，啊，对唔住，对唔住啊！哎，先生，咩事咧？我想俾翻支唇膏你啫嘛。哦，我送俾你噶嘛。我唔要，我时时带住支唇膏。準備隨時見到你，俾翻你嘅。我今日換手袋嘅時候，留低咗喺屋企，真係唔好意思啦。唔緊要。對唔住啊。送咗俾你，傷風好好噶。多谢你。
正经，已经有了男朋友添。嗯，唔好笑我啦。边个有咗男朋友啊？哦，冯先话我有咗男朋友啫嘛。嗯，真系嘅？梗系啦，头先啊，淑芬个男朋友企喺楼梯口对住佢笑，淑芬又对住佢笑啊。哦，后屘啊，我男朋友扯咗啊。嗯，我成个人陶醉晒咁，俾人笑，都唔知系笑我啊。哦，原来你哋系笑我嘅。诶，不敢。边度系咧？不过。我偶然间望咗出去啫嘛。啊？偶然？喂，你睇下我有冇成日望住楼梯口？诶，点解金浩晴总仲未嚟嘅？系啊。诶，我哋谂法为宜，好唔好？好啊，点啊？小心有礼，做咩嘢喺公司楼梯望我？吓！搞到啲同事日都笑我，你究竟有咩居心啊？我想同你做朋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叫余志刚。我叫刘慧仪。隔水道情话，隔花看妻眼，分花发柳，飞水落槟华。一下，即一道情啊！江水边，玉竿木兰残，天落秋千架，又骑翻竹马。早一个家，二
快步爬，山中个歌有朝气继不怕，追也逐也一齐运王也。怎可缺少他？乐唱青春女，也少不得他。心细到两回，前途残若麻。我对你爱。永远都不会变。记得以后。嗯。他将这几个字刻在一个完整的心上面，然后将它分开两边，是专门给情侣一人保留一边，而造成了。如果这双情侣永远都不会变，永远都在一起的，那他们就有一个完整的心。嗯。相反。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变了，就会伤害另外一个，使到他永远带着一个破碎的心，是吗？是，聪明人。喂，我有没有这种光荣，同你一人保留半边心？生命的曙光，你鼓起我重过新生的勇气，你是我心里面所占的地位。嗯，你赞成我这样会纵坏我的、啊、你真是吗？是呢，志哥。嗯。为什么你一定要七点钟前走，想跟你看场七点半都不得？我实不相瞒对你讲，我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废人。为什么你会这么说？我是要靠运养我和我妈，而这个人规定我每晚七点钟要去那里帮她做事。做什么？饮下酒倾下偈。嗯，切，最憎你的了，人家跟你讲正经事，你在这里讲笑，这些哪里做事，简直是叹世界。喂，总言之，我做的事并不是你所想象得到的，反正我现在想摆脱这种生活，我们都是不要讲它了。喂，我想自力更生，不再寄人篱下，你介绍份嘢俾我做可以吗？真唔真噶？真噶、啊。我哋苏三宝陈先生下个月去加拿大唔做，我试下介绍你入我哋公司填佢个位啦、啊。多谢你。啊，呢、这个礼拜我哋公司啲同事去旅行，你同埋我哋一齐去啊？你唔怕人笑你咩？横掂佢哋都知道啦。啊，
我同亨利一起去啊。佢又冇女朋友嘅。佢系你边个嚟啊？我最好嘅朋友。好啊，我介绍淑芬俾佢识，大家一起去玩。嗯。揾啊！咖啡，我拎茶啊！你咧，咖啡，你咧，我都系咖啡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咧，我咁多人啊，今日礼拜嘛，系啊，系啊，我咩啊？我都要多钱啊！死啦！死啦！你叫咩话？系，唔系，咁你点啊？雪糕啊！雪糕，哇！呢把雪糕啊，系咯，两个吓，两个系嘛？咁开心嗬，我哋都未试过咁开心噶。喂，炸到痛走啦！喂，你肚痛啊？吓，唔系，你肚痛啊？我啊？哎呀，吓，我肚痛啊！你做咩啊？我个肚好痛咧！志光啊，吓，而家你送我翻屋企先啦。咁，志光啊，不如你送佢翻去啊。咁对唔住啊。唔該。嗯。你呢？喂，嗰個唔係 Happy。再見。再見。對唔住啊！對唔住啊！佢兩個做咩啊？啊！哎呀，契爺有我喺度，使乜理佢哋啫？喂，追緊你，你又唔出去？咦，去边啊？梗系入去里边啦。喂，断裤唔着落嚟玩，入唔到嚟。是男厕，你哋啊走入嚟，出去！哎呀！啊咩啫？你快啲出嚟！啊，明明系男厕，你唔走入嚟，咩居心啊？我话俾你听啊，正正地快啲出去，如果唔系，我嗌非礼！咩非礼啊？嗌咪嗌咯！非礼！小姐，哎呀，我保你大啦，我保你大，我出去啦，我出去啦。喂，各有各翻屋企，死人都唔好影啊！系。喂，我冇啊，大家，你上我睇啊。我两个衰仔喺度边度咧？吓，我头先明明见到个背影，好似 Happy 同 Henry 噶喎。冇错啦。翻去审佢。啊，个幅图点啊？诶，点佢话大姨妈嚟肚痛，咪走得咯。你系得嘅，吓。Happy， 你头先喺边度？我成日喺度瞓觉都未出个街，唔好嘈我。
公仔话瞓觉喎，唔好嘈佢啦，过去我房倾下偈啊，去啊。做咩啫？我都未想掂佢噶嘛。切，佢都已经话瞓觉啦，你想掂佢都冇用啦。冇翻三两度就唔好害你养波仔。我哋啊，唔使审就已经知啦。哼，你知？梗知啦。我净话摸佢被头冻冰冰嘅，就证明佢系净话瞓噶啦嘛。如果佢系瞓咗好耐嘅，个被头而家冇人。哼，那个衰仔啊！哎，喂喂喂，去边啊？我过去煎佢层皮。傻女，你有冇搞错啊？你又话 Happy 系你第二生命，咁紧张嘅？如果你过去同佢嘈，佢一嬲同你掟波，咁系你惨。啊？咁？嚟啊！话俾我听 ，Happy 咁耐有咩唔对版？等我帮你度条桥去抛掷佢。啊！我醒起啦 ，Happy 近来晚晚都捧住个闹钟瞓。早晨，喂，嗨，早晨，早晨，早晨，好了，哎，个衰仔真系走私喎，喂，忍耐啲，我哋跟住佢，睇下佢去边度，冇错啦，总言之，对付嗰两个衰女，咁抵死系嘛，撩我啲长脚，去，快走。喂呀，放工我哋嚟见你啊！去边啊？我请你哋食饭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嗰两个衰仔走咗，快啲嚟睇下啦！我认得嗰两个衰女啲衫噶，我俾啲你开。打佢，打佢。早晨。嘿，早晨，早晨。喂，有菜肉包食啊！多谢。食啦。等一下先，哈，我自己食。哎，喺嗰度啊，快去！小姐，对唔住，未开始噃。唔关你事。啊，小姐想要啲咩啊？唇膏咩颜色噶？粉红色。攞支黄色啊！紫色。要多支玫瑰红。
你哋？是颜色。啊，是颜色。冇错啦，是颜色。是颜色啊！你哋嚟买嘢为嚟赌打噶？死鬼！关你咩事啊？哎呀！喂，我姑娘今年先28岁啫噃，你叫我死地婆？点啊？点啊？点啊？打佢！死地婆！打你！死地婆！做咩事干打架啊？点知佢哋啊？佢哋全身嚟揾交打噶咯。哦，各位小姐啊，对唔住啊，冚唪唥就翻出外边啊！唔好理佢，唔好理佢，打佢，谁打谁打。你哋一个二个唔准你咁样啊！我话俾你哋听啊，再系咁样，冚唪唥掟晒出外边噶。掟啊！真系咁样啊！真系咁样啊！掟你出我门口噶！你掂咗我都话你飞！警告你一下，如果你以后仲同我 happy， 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。哼，我都唔知道你讲乜。中炸弟系嘛？喂，又想打架？诶，警察里边再打架啊！呢啲唔使问呢位小姐啦，嗰几位小姐因为打交
拉晒去警察局咯，我啲老细肯不能炒晒佢鱿鱼噶啦。吓、啊？唔该。嗯。唔该。嗯。哎呀，岂有此理啊！我咁大个女啊，都未曾试过俾人拉上差馆啊！我而家越谂越丢架。哎呀，都系你啦，撞介绍个好嘅男仔俾我识添。切，我点知佢两个咁衰嘅啫？开门啦！淑芬，哼，哎呀，你两个人都算衰啦吓，害我打交啊，买烂条裤，你哋睇下，睇咩啊？你哋累到我哋三个炒到鱿鱼，仲够胆上嚟？喂，余先生。我只是打几百蚊工的女售货员，养不起男仔的，你找错对象了。为什么你会这么说？为什么？你个米粉班主在差馆已经将你的事说了给我听了。你都算没良心了，使百万平的钱背后还去追女仔。淑芬，你要呃都会呃啲捞女啊，就连呃维儿咁黑心。我一直冇呃过佢，仲话冇呃我？点解你唔话俾我听你系食？怕乜讲啫？佢系食软饭啦。喂，我咪已经对你讲过噶啦。几时啊？你记唔记得？佢话我喺餐厅对你讲，我系靠个人养我同阿妈。我以为你讲笑啫嘛。我发梦都估唔到，你竟然间系靠女人食饭嘅。喂，我为咗要奉养阿妈，而自己又揾唔到其他工作做，我先至会不顾一家，抛弃自尊去食软饭。呢种完全冇灵魂嘅生活，我已经过咗几年。我从来不敢望周遭的事物，因为每个人都鄙视我。直至到你走入我生命先知道，我先发觉，除了我妈妈之外，仲有个不鄙视我的纯真女人。你几个月来的家祸，令我深深咁哀伤咗。当我啱啱接住爱你嘅力量，佢摆脱百门，佢重新做好个人去自力更生，所以我先至会叫你介绍我入你哋公司。但系钱不足矣，在我未得到呢个机会之前，就发生呢件事。死靓仔，我而家叫你做戏啊！呢啲咁嘅喇叭水头我都有得出卖啊！我而家老实讲俾你听，我女净系养我都唔系养得几掂，你想佢养埋你啊？你好行啊！你系唔系想叫我女去做舞女啊？如果系，你快啲行开一边。我以前系做大班嘅，你正正都系快啲走。如果唔系，我脚骨都打折你嘅。细伯，你细伯。卖嚟，细伯，包紧啦！食软饭啲人啊，连只面皮厚嘅，讲到扯都唔扯噃。系啊，唔面皮厚啊，点会食软饭啊？尖格！嚟做乜嘢啊？呢啲咁啲衰人，以后都唔好见佢啦。系咯，我以后我都唔见亨你噶啦。我哋唔知噶。我而家谂到，
志刚系冇呃过我，佢咁衰啊嘛，翻嚟我系煎佢浸皮。哎呀，我估唔到我死完重放会咁好打，你睇打到我只眼。知唔系？佢成个好似电影明星陈宝珠咁，即系空掌喎。踢到我哋一扑一碌，嗰个肥妹仲衰啊！够胆掹下我条裤都敢死喎！咁抵死啊！翻嚟我抛死佢啦！啊！点解你哋走去百货公司度打人？你个衰仔仲喺度帮住佢嘛？我同你帮咩啊？唔抵死！多谢你呢几个月来的照顾，当我呢种咁不正常的关系，你应该断绝。嗱，拜拜，拜拜。给我听，你是洗女人钱，你又跟我讲你在报馆做嘢，我当然是相信你了。但现在看到你面上那几条指甲痕，我就不能够不相信。志哥，你是不是真的洗女人钱？经过今日的事情，我不会再见他，我要自力更生。好，我真是期望你讲这件说话。志哥，用不明鱼的钱买龙肉给阿妈吃，阿妈都不会开心。用你努力赚回来的钱，阿妈就算吃粥都是吃得安乐的。妈，今后打算点啊？我去找亨利商量下。你又好啦，走得快。你睇我背脊啊，冚冷伤痕啊！喂，志刚啊，我睇你咧，快啲翻去同阿梦婷认错。如果唔系，佢又赖我带坏你，我日日食支打丸都搞唔掂。我唔翻去。咩话？我话。我永远都唔翻。哎呀，啊，咁先至系男人噶嘛？你话啦，我日日见住个老友食软饭，个心几痛苦啊！而家你回头是岸啊，我仲欢喜过中咗马标啊，老友。我依家嚟系想你介绍份嘢俾我做。得到极意个借火啊！咁你介绍咩俾我做啊？系喎，
我啊净系识埋嗰啲 band 嘅啫噃，最衰系你啦，又唔识反音乐，咁点？咁即系撑讲嘅啫。有啦，我教你打鼓。嗱，你搬埋嚟我屋企住，横掂我一套旧鼓啦。咁你学识打鼓之后，我咪可以介绍你做鼓手咯。系噃。不过目前我同家母嘅心，哎呀，你同我定，我老豆留低间屋俾我，唔使交租嘅。而且苏氏同我订咗煲，淑芬又唔苏我啦，我仲带埋酒添。俾你两母子做生活费，物都够啦。Henry， 我真系唔知点感激你好。哎呀，大家老友鬼鬼讲埋晒啲咁嘅说话，多乜鱼啦？咁又唔系咁讲啊？做母女有咩唔好啊？坐台嗰阵即系啰柚坐银子，跳舞嗰阵咧就听音乐行银子，总之陪客人啊，分分钟都系赚银子啊！爸爸，你我做啲咁嘅嘢，我点都唔肯做啦。哎呀，衰女，乜你一啲孝心都冇噶？你老豆我啊，就嚟闻到棺材香大半世人噶啦，唔通你仲要我挨白粥咸鱼？咁究竟你咩嘢就肯做啊？除非用劳力去赚钱嘅嘢，我就肯做啦。咁你捧酒肯唔肯做啊？做。好啦，咁我就叫阿令班陈介绍你做啦，乖女。俾个啤酒我，哦，原来你个衰女做一套女郎 ，happy 咧？边个 happy 啊？哼，弊得你啊，扮懵啊？扮咩懵啫？我问你啊，余志刚去边度？哦，余志刚系嘛？我冇见过佢啊。哼，冇见过佢，你想唔想做套女郎啊？哦，我明啦，你做售货员养佢唔起，做套女郎搵多啲钱养佢啊咧。请你讲说话尊重啲，我唔惯养男仔噶。哦，你冇养佢最好啦，不过养得起男仔嘅系本姑娘嘅本事。喂 ，happy 喺边度啊？唔知。喂，你精精地都话俾我听啦喎，本姑娘咪几好老皮噶？哈！我唔知道点话俾你听啫。唔知啊啦，你打人系嘛？打你点啊？我打你点啊？衰嘅，唔打我点？经理，两女人打交，成咩体统啊？咩事啊？系佢喐手打人先嘅，打你又点啊？小姐，你俾面我，你跟我过嚟。哦。经理又点啊？最多咪喺度抢，两个都唔敢炒我鱿鱼啊！唔敢唔敢，阿小姐，饮一杯酒，顺下条气啦，饮杯。照你咁讲咧，的确系佢唔啱。不过佢系呢度嘅主唱歌星，以后有咩事干咧，都千祈唔好同佢斗气得噶。哦，做歌星就可以乱打人咩？诶，咁又唔系，不过地位高啲，系咪以后咩事干你都就下佢咪得咯？哦。喂，你个样子生得好似我死咗嘅女一样，求其你又有咩事干需要我帮忙嘅，你只管开声啊，我冇话做唔到嘅。多谢你，周经理。点啊，慧儿，系咪炒你鱿鱼啊？叫我就话佢喎，切，唔好叫佢就啊你。哦，人哋系大歌星嚟噃。大歌星好叻咩？唔
如果我哋把声好啊，走去学唱歌啊，叻过佢，等我以后冇得唱，出翻啖气都好啊。系噃。为做咩咧吓？吓，佢个人都几怪噶噃。有事走翻总经理室，咩事咧？你既然想学唱歌，好啦，我就栽培你成为东南亚一个最出名嘅歌星。多谢你。亨利啊，啱啦，经理，咩事啊？我契女今晚登台唱歌，认真关就得噃啊！哦，得啦，老板吩咐到实得嘅。咩话？边个嚟唱啊？冇，我契女啫。咁我咧？咁咪一样，都个歌星嚟帮轻下你啫嘛。一要咁话啦啊，得啦，啊。哎，边个嚟唱啊？今晚你咪知咯。好，今晚我叫埋 Lily 佢哋嚟，睇下边个咁够胆踢我眼皮。Henry 啊 ，Johnny 病咗，边个打鼓啊？哎，得啦，我有办法。乜话？叫我替 Johnny 喺你间夜总会打鼓啊？系咯。唔好啩？梦明喺度唱喎。唉，你净系生人唔生胆嘅。你将来迟早都会出嚟做嘢噶啦，梗会见到佢噶。你而家又冇使佢钱，又冇见佢咁耐啦。如果惊得咁多嘅，你第日点出嚟揾食啊？周经理，作死得佢，扮得古灵精怪。我个衰女阵间上台唱歌嘅时候咧，我用呢个烂苹果掟佢，踩佢台。系啊，真系靓啊！中唔中意啊？中意，多谢你。各位嘉宾，本夜总会今晚非常之荣幸，请到最美丽、最精致嘅歌星。千万唔好踩佢台子啊！吓，点解啊？如果唔系吓亲我哋高歌一曲，佢就打得唔好噶啦。请刘慧贤小姐。等个小女唱完歌落台嘅时候，我都用呢个烂苹果钉佢噶啦。嚟，拎住啊！
3日啦，人靓就梗系歌好啦，系啊，刘小姐，多谢。慧儿啊，我约咗班年轻嘅朋友喺我别墅嗰度开个祝节 party， 我哋而家去好嘛？系啊，刘小姐，佢哋好多人喺度等紧你噶啦。喂，估唔到阿慧儿做咗歌星喎。系咧，即系话接佢落台嗰个系边个嚟？咪我哋嘅色狼经理咯。 佢哋去边啊？等佢翻去周经理间别墅度啦。我以前听个丽罗讲过，话嗰间别墅系佢哋嘅家暴嚟噶。咁咪好危险？咁系啦，等我同你问下部长，佢哋就会查到间别墅嘅地址。快啲去问啦！ 周经理大家对饮一杯作为上契酒，以后刘小姐就要叫周经理做契爷。各位赞唔赞成？赞成。周经理，各位，我能够认刘小姐做契女，当然系好啦。不过我唔知能唔能够高攀刘小姐噃。周经理，千祈唔好咁讲。 咁即系冇问题啫，大家无谓客气啦，饮啦。哦，饮杯饮杯。我唔识饮酒噶。啊，系啊，慧儿唔识饮酒噶，不如等我替佢吧啦。哎呀，唔得，上契酒点可以叫人代饮噶？系饮啊，嗬。饮啦，饮啦，饮啦。对唔住，我真系唔识饮酒噶。系啊，佢真系唔识饮噶。
死我替佢飲啦。哎呀，如果你咁锡住个未来契女要代佢飲嘅，得啦，我要罚你飲一支。咩话？飲一支啊？系啦，系咯，叫你飲一支。吓、啊啊，飲一支啊？最三日都止。你唔飲，刘小姐就去飲噶咯噃。刘小姐饮啦。我真系唔饮得噶咧。哦，刘小姐你唔饮，咁啊要罚你未来契爷饮一支噶啦，但系最好趴喺住，趴喺住。好啦，一支咪一支，最多饮咗一支之后，仲要三日三夜，搵到通地都系，为个契你有乜所谓啊？攞支酒嚟啦。唔好啊，契爷，我饮啊。好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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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嘢。音乐开始。我早已经打探到你的为人，所以专登叫我跟住个妹。咁你而家想点？想你交翻个妹俾我，周经理。你系呢度有名誉有地位嘅人，估唔到你竟然做出啲咁卑鄙嘅事。而家时候唔做啦，我睇你仲系快啲好，因为家父已经同我约好咗，如果九个字之内我仲接唔到个妹翻去咧，佢就报差馆同你攞人。我睇你仲系快啲。
俾我聽。對唔住，呢次我放過你，下次唔好啦，知道。翻嚟飯桶嚟。点解会喺呢度嘅？我抱你翻嚟。啊！你记唔记得喺别墅嗰度做过咩？我喺别墅饮过杯酒。如果唔系我及时赶到别墅，你可能已经被周经理污染。我明白了，他们梗是想灌醉我酒，估不到周经理是一个伪君子来。我也估不到一个在我心目中那么纯真的女人，贪慕虚荣而差点跌落色狼的陷阱。我贪慕虚荣？你企喺度，你睇下，你头上面梳住十几条辫仔，块面画到鬼五马六，仲话唔系贪慕虚荣？将个女作为摇钱树的爸爸
相依为命。我做售货员，过着黑板式的麻木生活。自从识了你之后，自我初尝恋爱的滋味。你带给我无限的快乐，我才会知道被人爱是咁幸福。我才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咁可爱。我有甜蜜的梦境，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我自己在度幻想我哋美丽的将来。但是当白梦病的出现，就将我一切一切的美梦都粉碎晒。对着你临别对我所讲的一番说话，我相信你已经太迟，你已经不知所踪。失恋的滋味，再加上白梦萍对我在酒吧的羞辱，为了报复白梦萍赐给我的痛苦，才有今天的事件发生。如果不是识了你，不是因为我爱上了你，现在我仍然是一个纯真无邪的少女。使得我这样的是你。问梁心，问梁心，你可不可以看我的命？喂喂，你之所以变成咁，我系应该负全部责任。但系爱之越深，责之越切，你就原谅我头先一时激动。我而家有咗工作能力，可以自由，而你做歌星。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。你不闹我了吗？我不单止不闹你，我要锡你一阵，你弥补我以往的错。我要令到你快乐幸福。志哥，喂喂，Henry， 咁样装人缺唔缺德啲啊？志哥，对唔住啦，不过缺德都要一次噶啦。嗱，如果你同阿慧儿好翻嘅，咁我同阿淑芬即系有希望啦。咁我有乜办法唔睇住你哋上一课先啫？咁到时我对阿淑芬照板照会咪得？哈，你咁曳，我唔同你约淑芬噶。千祈唔好话刘小姐，老实讲啊，我坑你将啲世人咧。只是我熟翻一個啫，如果我攞唔到佢，我決定終身不嫁。終身不娶，你可憐下我呢個程總章啦。咁夜邊個嚟 ？Henry， 咦，弊，原來白夢病你，係咯。咁點啊？誒，開唔得噶，橫掂我冇見佢咁耐啦。如果佢對我仲有乜野心噶，等我坦坦白白同佢攤牌次，免至佢以後麻煩我。啱，你講得啱。喂，不過睇佢個樣子醉醉地咁噃，你知啦，佢份人喪嘅。慧兒啊，不如你入去志剛間房避下先，免住一陣你難做啊。係啦，我開門俾佢，快啲。喂，喂，華小姐，有咩俾啲啤酒飲住咩啫？
happy, wonderful, wonderful. 哎呀，你今日打鼓真系 wonderful。多谢你。喂，白小姐，你咁夜嚟我屋企有咩事啊？作死人你同我打官腔。嗯，我嚟揾 happy 咯。白小姐，依家好夜啦，如果有事，请你听日嚟过啦。系咯，白小姐。所謂今非昔比，你都係早啲翻屋企休息下好。Happy 啊，我送只鑽石戒指俾你，戴喺手度打鼓，好威水噶。嗯，白小姐，今日嘅余志剛唔係昔日嘅 Happy。梗係啦，我 Happy 而家係大鼓王。性格唔同啦，嗬！我唔系咁意思，我只不过话俾你听，以往嘅一切已成过。如果你想恢复以往嘅关系，系绝对冇可能。冇错，一啲可能性都冇咁满面。你有做得领咩？请你讲说话尊重啲，我要好坦白话俾你听，我已经有咗对象。而且我哋将来打算结婚的结乜话？我都始终系唔想收到呢两只 happy 噶啦，以前问你又唔认，而家人装病我啦啩，你仲有咩好讲啊？如果你真系咁样，我就唔客气啦。哎呀嘉雲都夠膽。医生，咩事呢？我可唔可以入去问啲口供呢？我只脚，志刚，医生话。第日好早安翻只假脚就可以行得噶喎。白小姐，余生，根据白小姐嘅口供，佢系有心车死你两个嘅。究竟呢件事系点嘅呢？点呢？唔系，
白小姐冇心车死我两个，系我哋行路唔小心。哦，刘小姐，当时嘅情形系点样噶？当时我哋唔知道白小姐架车驶紧过嚟，我哋横过马路撞埋白小姐架车嗰度。唔系啫，方伯。系啦，方伯，真系我哋唔小心，唔可以赖白小姐噶。咁点解白小姐会咁讲咧？佢可能因为车断我只脚，一时神经受咗刺激，先至会乱咁讲嘅啫。唔系啫，系我全心车死佢哋噶。你哋一人讲一样，不过当事人既然系话自己唔小心，而当时冇其他第三者在场目击呢件事，我唯有根据伤者嘅口供落案，我相信唔会起诉你嘅，白小姐。再见啦，咁多位，再见。志哥，点解你咁讲？文杰，你对我嘅爱，我好感激，但系我唔能够接受，因为由始至终我都冇爱过你。以往我只不过为咗生活而同你喺埋一起，无可否认，我欠你实在太多，而我呢一次嘅不幸，就作为对你嘅一种赔偿啦。我哋嘅一切就好似我断咗只脚咁，从此断绝。我希望你将来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爱你嘅如意郎君。刘小姐，点解你又要咁讲呢？白小姐，我系一个比较旧式啲嘅女仔，当志刚咁讲嘅时候，我知道一定佢有苦衷喺里边。我总感觉到我一个人，首先一定要成全佢所希望要做嘅嘢。医生，恭喜你喎，余生，你呢次施手术嘅过程非常之良好。等你个伤口好翻之后，安翻只假脚上去，就可以好似平常人一样咁行动噶啦。多谢你，医生。医生，只假脚要几多钱啊？好嘅，大约系1000蚊到啦。一千蚊。医生，目前我冇钱喎。哦，唔紧要，等你筹到钱买到假脚，我随时同你安上去嘅。吓，你休息下先。再见，再见。啊，医生啊！
咪一见面就讲钱，破坏晒啲气氛得噶。唔讲钱讲咩？好，我又俾你。嗱，呢度1000蚊。诶，不过我俾1000你，你又唔俾我噃。我白梦平唔系咁嘅人。好。啊，冇错系呢只啦。啊，白小姐真系叻女，一话俾佢听啫，佢就买啱啦。如果安咗上去啊，包你好似平常人一样咁行法。想唔到，唔定唔好。佢虽然系一个风尘女子，但系对我几好噶。梗系啦，我哋啲女仔啊，系特别讲情义嘅。唔好话我哋啲男仔个吸引力。吸引力。陈医生，有人自杀，请你即刻去急救室。好。陈先生，呢封信系嗰位自杀小姐叫我交俾你。吓、啊？喂，小姐，有冇搞错啊？你？冇啊，系余志刚先生啊。志刚，你知道我只读过3年书的，不会写信的，想不到第一次写的信就是要死的信，你可不可以在我死后给我一个吻，等我知道你原谅我折断你的脚。我要去睇佢。我要去睇佢。哎呀，你害死白梦萍系嘛？我同你拼命！我同你拼命！我快去睇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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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睇！真正啲，真正啲。
小姐。